白天跟晚上都不错。有啦，分别是白天晚上都不错。要不要讲一下感言呢？真的太开心了，我第一次要去博斯的景点，谢谢。他去动物园呢，好开心。动物园，我去看袋鼠。袋鼠。嗯，那你呢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？真遗憾。遗憾什么？遗憾我没有带我女朋友来，第一次来。哦，对啊，这段影片一定要给她看。对，一定要给她看。千万不要让她知道你带了两个妹啊！还加入这一段，我们绝对不会跟她说，你在这边很多女人缘非常好。我一堆人在竞争呢。完了，这个影片不能给她看了。不能给他看，那你回去就自己把它上传到 YouTube。不过也太假了。